真心心深的人都是甘心尽本分，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。不管你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，尽本分得凭良心，理智得下点真功夫。如果只满足于出点力，肉体受点苦，但尽本分丝毫不求真，也不寻求真理原则，这纯属应付糊弄，这就不是下真功夫了。下功夫关键是得用心，心里能敬畏神，能敬畏神，能体贴神的心意，很怕被你神伤身心，很怕被你神伤身心。为今后本分满足神，受什么苦都行，有这种爱神的心，就能尽好本分的。为尽好本分满足神，受什么苦都行，有这种爱神的心，就能尽好本分了。心里若没有敬畏神的心，尽本分就没有负担，也不感兴趣，肯定应付糊弄走形式，没有实际果效，这就不是尽本分了。如果真有负担，真有负担，感觉尽本分就是尽自己的责任，不尽本分就不配活着，只有尽好本分才配成为人，才能对得起良心。带着这样的负担去尽本分，就能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，就能寻求真理，按原则办事，就能尽好本分，让神满意了，能对得起神给你的这个使命，也对得起神为你付出的一切，神为你付出的一切，神对你的期望，这才是下真功夫。是烈火不容人触犯，因为人都是神造的，神说什么做什么，人都得顺服，不得反抗，人没有权利来干涉神的工作，没
有权利来干涉神的工作，更没有资格来分析神做工说话的对错。神是造物的主，是造物的主，受造的物该以敬畏神的心来达到神所要求的一切。不该奖励，更不该抵挡，神是用神的权柄来治理神的民众。凡从神造的受造之物，就应该顺服神的权柄，应该顺服神的权柄。虽然今天你们在神前但放肆，被你神所教训，你们的言语却并不知害怕。但神只是以忍耐来与你们的悖逆相对，与你们的悖逆相对。神不会因着个个小小的蛆虫翻动了粪土，而他动肝火，一直影响神的工作，一直影响神的工作。神是为了父的旨意忍受一切神所严赠的，神所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，直到神言语的尽头，直至神的最后一刻，直至神的最后一刻。在最终活下来，是因其达到了神的要求。一个人若不能在最终的爱惜中存活下来，是因背逆了神，未能满足神的要求。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归宿，有合适的归宿，这归宿都是根据其本身的实质而定的，与别人根本没有一点关系。儿女的恶行不能加在父母的身上，儿女的义父母也不能分享，父母的恶行不能加在儿女的身上，父母的义儿女也不能分享。个人担当个人的罪，个人享受个人的福，谁也不能代替谁，这是公义，谁也不能代替谁，这是公义。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担当别人的罪，都
敢担当别人的罪，更代替不了别人去遭惩罚，这是绝对的。总归是心意的，作恶的总归是作恶的，心意的总归是能存活下来的，作恶的总归是灭亡的对象。圣洁的就是圣洁的，不是无悔的，无悔的就是无悔的，并没有一点圣洁的成分。毁灭的是所有的恶人，存活的是所有的义人，哪怕作恶的人的儿女是心意的，哪怕义人的父母是作恶的，心的丈夫与不幸的妻子，与不幸的妻子本无关系，心的儿女与不幸的父母并无关系，是不相合的两肋。在未进入安息之中，有肉体的亲情，但进入安息之中便再也没有肉体轻轻直说了，尽本分的与不尽本分的，本是仇敌，本是仇敌，爱神的与恨神的，本是敌对的，本是敌对的。进入安息之中的，预备毁灭的，是不可相合的两肋，受造之物，是不可相合的两肋，受造之物。站立得住，更好的满足神，跟神走到路中，现在必须打好基础，现在必须打好基础，在凡事上都是心真理，满足神，体贴神的心意，你总这样实行，里面有根基了，神激发你爱他的心，加给你信心。到有一天失恋真领到了，你可能也受一些痛苦，到一个地步，也经历悲痛欲绝，就如死了一样。但你爱神。
心还不变，而且还能加深。这就是神的祝福，这就是神的祝福。现在神所说所做的，你都能以顺服的心去接受，神必会祝福你，那你就是承受神祝福应许的人。但如果你现在不是信，到有一天失恋临到了，你的爱心也没了，信心也没了，你的爱心也没了，信心也没了，那时失恋就成了试探了，就成了试探了，陷入撒旦的试探中，没法摆脱。现在你可能领到小的试炼，还能站住，还能站住，到有一天大的试炼领到，你就不一定能站立住了。神在末世主要做成，化成了肉身，这一世是借着实际地在地做工，让人认识他，接触他，看见他的实际作为，让人清楚地看见神迹能显神迹奇事，有时又不能显神迹奇事，这就分是在什么时代了。从此你就能看见神不是不能显神迹奇事，而是根据工作不同，时代不同而变化做工。现在这不工作，神不显神迹奇事了。耶稣那个时代，神显了一些神迹奇事，因为那个时代工作不同。在今天神不做那个工作，有人认为神不能显神迹奇事，我不显神迹奇事就不是神，这不是谬论吗？神能显神迹奇事，但是工作时代不同了，所以他不做那些工作了，所以他不做那些工作了。因着时代不同，因着做工步骤不同，神显明他的作为也不同，
也不同。人心深不是心深即其事，不是心深莫以能，乃是心深在新时代的实际做工，心神在新时代的实际做工，因着神的做工方式，人对神有了认识，这些认识就产生了人对神的心，就是心神的做工，心神的作为。